这样吧，这样看不见的。我来直火锅，直火锅就播一会儿会儿，真的，就播一会儿会儿，涂个口红吧，怎么样？嗯，真不错，再涂一点点。嗯，真不错。谢谢抹上已开花的喜鹊，谢谢王同学想看韩家乐转圈圈的浩瀚星海。为什么想看我转圈圈呀？想看我怎么转圈圈呀？现在怎么还有特技表演要求啦？直播好勤快，你发现？因为我感觉我今天看上去还不错。直播看状这直播看状态的，谢谢陌上已花开的奶茶，晚上好呀！我刚刚栗子在我旁边，我刚刚拿出这个眼镜，我说我是直播还是电台呢？然后想了半天，因为电台选图太麻烦了，没有图片可以当电台的图片，然后就决定奉上我自己的脸庞，让大家来看我直播得了。然后拿出了这个框架的一瞬间，栗子说："这个好像是他的。"我说对，韩家乐，："在我屋就是我的，又不是我带过来的。是我自己带过来的。”嗯，谢谢铁板烤柯基的坠子，你冷啦？又不是你说热的时候啦。我们空调开的21度。因为它这个氟量不行了，这个空调的氟量，并且它滴水啊，我觉得这空调得清洗，给阿姨讲一下。我选 unit 啦。你是啥？乐乐。没人选的那个就是我的。哦，那你应该是拒绝指教吧？不、哦。哦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。嗯。谢谢为数不多骄傲的喜我觉得鹊。不错哎，这个哪个？就是我那个。你那个，因为也就只有我那个，我最后个位置可以选。我觉得不错，我觉得比拒绝指教，我觉得比较适合你。嗨。是呢。但如果是拒绝指教的话，我都不用学了，也不用录，也不用换，就是那个站位。但是，我觉得拒绝指教没有那么适合你。空调开除湿比开制冷要舒服，不行，不能开除湿，为什么要开除湿啊？房间已经够干燥了，我又是干皮，开除湿岂不是要了我的命？明天不换 unit，为啥最后一个选呢？因为我就是最后一个，也不知道，对啊，明天还是拒绝指教，你回去干啥？我去看看他们是不是在我屋玩呢？没吧我看到，我看看，？OK。有可能。好吧，好吧，谢谢 R E L A 叉叉叉 Z L 的夜蝶，谢谢你啊。谢谢你的夜蝶，我真发现夜蝶这个真的挺值的，这个特效是没有什么特效比这个夜蝶还长的了，夜蝶一送前面啥都挡住。谢谢 VRP 48的应援棒，谢谢小面团团的应援棒，谢谢皇家米兰的香水。礼物了，怎么了？谢谢陌上已花开的
应援棒，好笑死！为什么？有什么好笑的？换了站位能上全场吗？可以呀。谢谢，明天是个好天气的喜鹊。不能再干嘛？我刚刚看了一下，那个本来准备电台的，然后选照片，然后选了一个扑通非常肥胖的一张照片。昨天他那个盒子啊，明天能跳最后三首吗？不能。我是16号位，有 unit 吗？有呀，我们 unit 是18个人啊，当然有 unit 了，16号位还是有位置的。站位不知道啥时候，站位不知道啥时候可以，我也不太清楚。紫砂星应援会，紫为什么不认识啊？我昨天把普通的那个，我们之前有个老师就有这个紫啊，就这个名字啊。谢谢二点的，个叫什么？谢谢二点的美人扇。哎，为什么七夕的礼物现在还有啊？谢谢你，鼓掌鼓掌。你们这个问我，你们觉得我知道吗？我要知道的话，那我岂不是运营啦？谢谢与安远的飞书传情。鼓掌鼓掌鼓掌！一会有时间看看翻牌。好的，一会儿估计没时间。谢谢 maybe 的权杖，谢谢 maybe 比心比心比心，嘿嘿。哎，我发现这个星框住我的眼睛之后，我发现我的眼睛都变好看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一会儿要排练吗？不排啊。无语，送错了，本来送皇冠的。那你怎么办？可以再来一个哦。谢谢 maybe 的浩瀚星海，谢谢 maybe 的飞书传情，比心比心比心，啊对，有可能是因为框住了，然后就只露出了一个眼睛，就会显得眼睛大。但是把这个框住的这个拿下来之后，就整张脸都出来了，然后就会显得眼睛小了，因为脸大，对不对？明天怎么可能上全场？明天上全场是在梦里学吗？谢谢，初雪预报站的应援棒，没有今天啊，给你表演个魔术，嘿嘿嘿。哦，我今天本来要去你的组织来的，你的组织是什么？哎，我刚刚说什么？我今天本来要去那个去牙医的，搞忘记了，我的牙套给我寄过来，因为上次去的时候牙套还来不及，就没有搞。我现在姐在上海给我重新给牙齿搞一下，谢谢合格交易员的应援棒。对，三手大哥加 unit，是预报站。我刚刚说的不是预报站吗？哦，你的组织就是初学预报站，好嘞，俺知道了。明天也是大哥加 unit，俺现在固定的三个大哥就是那三个了。
哦，这个牙套搞了好久了，对，因为这个牙套在反复的重启、重启、重启，因为效果一直不太好，我的门牙一直是歪的，所以就每次，做完之后又重新启动，又重新再搞。为什么要替白馨予的站位？你们是觉得白馨予不回来吗？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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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啧啧啧的梳子，对啊，白驯和谢啧的喜鹊，而坠子，香水，怎么可能呀？据说下周还没有哎，下周应该不会完全换，因为下周我们是周四公演，然后周四的话好像还就因为太着急了，然后他们进圈的成员好像还有进圈的特殊公演，所以着急来不及完全排，好像是不会完全对。谢谢 SCREAM 的数字，谢谢哲的应援棒。对，来不及排，就有可能要下周了。那下下周我要请，我要回家的，我想回家的。谢谢锦衣的应援棒，谢谢圈儿的应援棒。上海又有病例了，也还能回吗？上海有病例了吗？有，这马上又带信号了，我卡了，哎，谁偷我网了？我在我房间的网怎么会卡呢？谁把我网偷走了？我连着 WiFi 都没动，怎么会卡呢？谢谢第一金瓜刘丽菲的应援棒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昨天卡到没办法看直播，这是为什么？最好先问问家那边的隔离政策，应该就是要做核酸吧？看一下吧，看一下下周怎么安排吧，下周怎么安排吧？卡不是很正常吗？为什么？我动都没有动手机，也没有动什么，它突然卡一下就不太正常了。谢谢 ONEDAY 的，谢谢大学生的耳坠。二号他们好像去拍 MV，真的吗？26号公演，27，这个月有31号、30号吗？27，不能中秋回国，中秋不能中秋回家，中秋肯定很忙的。谢谢备战的香水。27、28、29，这个月有30吗？有31吧，这个月。8月好像是大的，看一下，27、28、29、30、31，1号、2号，那2号不应该正常该有公园吗？健身码带信号的很多地方都要核酸，他们应该不公园。所有都去拍 MV 吧，应该是分组吧，一组一组的时间是不一样的点去的吧。UG 是哪一组？救命！UG 是32那组还是48那组？32那组吧。
救命，业务太不熟练了啊、哦！48那组是 NG 是吧？请问皇冠是有唱歌业务吗？有呀，你要点歌吗？你想点什么？俺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有点影响，因为有点影响。我，哎呀，因为曾经有人说过，对我说过 UG，所以我有印象。但是怎么没有？当时怎么感觉没有人给我说过是 NG 呢？拍 MV 住中心是吗？我平时压力不大吧？发量怎么日渐稀少？我发量没有少，还是挺多的吧。对，没有特别少，谢谢叶藏的，什么？为什么要谢谢叶藏？嗨，晚上好。啊！F7 是什么？F7 是66那组吗？你们不要搞我了，这人现在就蛮混乱的，说实话，没有镜片。我现在蛮混乱的，你们不要瞎搞。人的混乱中，谢谢二点的梳子，谢谢二点的喜鹊。星空耳坠，喝香水。人蛮混乱的，我播到11点，我什么时候开播的？我直播这里就能看到数字，但是如果用头发挡住，哎呀不对，如果变黑的话就看不到。昨天的皇冠可以今天补吗？不行，但是你要是今天点的话，我可以给你送一个，给你唱两首。我会看微博私信吗？会看的。谢谢叶藏的喜鹊，是吧？给你送一个，谢谢小落寞的坠子，嘿嘿嘿，提前感谢了什么意思啊？谢谢没说到做到，那当然说到做到，谢谢没讲完的故事送的玫瑰花。今天没打游戏，你们今天打游戏谁输了谁赢了？没有，我刚刚思考了很久的，我最近都买一送一吗？没有，也没有买一送一啦。他说他昨天的皇冠，问我今天能不能给他补一首歌，我说不行。但是他要是今天要唱歌的话，我可以给他送一首。谢谢江湖业余往来级的应援棒。然后就这样啦，倒也没有买一送一啦，这是特殊的补偿。但你今天也误送了，所以你要是要点歌的话，我也可以给你送一首，仅限今天。
谢谢，还加了一笔画，都是一的喜鹊。没有，是他们俩今日限定，不是都可以，因为刚刚 maybe 他本来准备送皇冠，但是他送错了，他送成别的礼物了，错失了点歌的机会。但是他要是今天要点歌的话，就可以给他送一个。哎，谢谢蓝小鹿的星空耳坠，谢谢几多岁的皇冠，谢谢几多岁。你要唱什么？你要听什么？不是你要唱什么？但是如果你想唱的话，我也可以给你唱，不然我也可以听你唱的。你可以给我发一段音频来，我放直播给大家听。如果你想唱的话，房东的猫，房东的猫我会唱吗？Hello，酷狗。对。可以，微博可以唱，你微博给我那个叫什么发什么发私信，谢谢 baby 的皇冠，比心比心比心。你会不会错？再多送一个，啥意思？不会错，我不会唱房东的猫的歌。南山南，我听听。南山南可不可以？这歌读出来都挺有挑战性的。你会的，你唱过《美好事物》，你要听什么？南山南是房东的猫的，这不是有写房东的猫，是他翻唱的吧？那你要听什么？房东的猫什么歌？你说，我尽量挑战一下。你怎么知道我唱过《美好事物》？如常。如常我不会，我没听过。如常，这个版本房东的猫不让我听，换一个。好，我先听一听。Maybe 你再等等哦。怎么会？搜一下，怎么打开了芒果 TV 啊？好好笑。房东猫版权在网易云是吗？烟云成雨，等一下，如常。我要是不会的话，明天给你唱怎么样？反正明天也会直播。烟云成雨。哎呀，烟云成雨我会吗？云烟，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这个衣服是睡衣呀、啊。对不起、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大家，对不起所有人。我不会唱的话，就这两首歌是吧？我不会唱的话，我明天直播的时候学了给你唱。就这两首是吧？但是一天的时间你也不，只能跟唱，只能学成那种跟唱的样子。
就是多听几遍，只能跟唱的样子，不能说。你 maybe 你要听你会自己上厕所。是我大意了。对一个皇冠可以点歌。不是是吧？好，可以。很多时候，你一个人厌倦了序列有序的生活。换歌了是吧 ，maybe？ 这个如常，我应该是第一次听，我真的是第一次听。你听过我唱过房东的猫的歌，以为我会的，那首歌也是别人点的，就是我之前唱的那个美好事物也是别人点的，也是点完之后我不会唱，然后再学的那种。没事，我学了再给你唱，我学了明天给你唱，好吧？没有为难我了，没关系。对，我也是现学的。对，骄傲，我是现学的。我的歌单都是别人点的，因为我很少听外面的歌。我现在每天都在听四八的歌，又要记歌词。除了听四八的歌，我都不听别的歌了。我的所有歌单列表里面都是四八的歌。我再送可以再点吗？可以啊，就是这个如常和云雨成烟，烟云成什么东西，云烟成雨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首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两首是吧，就是昨天和今天的，我补给你啊。你拳头都硬了，真的，哎呀，记不住嘛，这不是记不住嘛，我这，但是我明天唱好吧，记不住我也明天唱。救命！对不起，房东的猫，对不起你们的。偶像是我的问题。我下次读我自己的名字就韩乐家，韩乐家。不会记反了，想点歌在东北的小偶像。好，在东北的小偶像，我记住了。我先把如常和云烟成雨听一遍，好吧？再唱东北的小偶像。唉，救了个大命啊！先听一遍，我大概巩固一下它的调子。对，先还债。就是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是吧，你要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在东北的小偶像和什么，爱的加速器，这俩我这俩我一个人唱还蛮累的，说实话。
啊，副歌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，一点点的耳熟。想起来了，这个副歌知道了。那匆匆一眼就别离，那灯下红红的剪影，越走越漫长的宁静，我多想再见你。本来不想点余言成语的，但这个太有名了，那你也可以画。不患人一言九鼎，好，我们都是说到做到的人。动画的片尾曲，这个动画没看过。这两首歌我都明天唱好吧。江小白，对，我是江小白的片尾曲。唱歌好好听的样子，真的吗？我不太信，你这是真的在夸我吗？谢谢姑娘没赢过的应援棒，唱歌真的不太好听，我唱歌有自己的风格，有自己的调儿。你这个得样子就只是看上去的样子。周末快乐，还没到周末呢。是啊，今天周五是吧？因为我之前没听我，你之前没听我唱过歌，啊，以后有机会多听听，俺会加油的。谢谢泽的应援棒，在东北的小偶像是吧？那年夏天宁静的海，我唱过这个吗？好像唱过，在东。那年夏天，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，是吧？在东北的小偶像。哦不，我拉票的时候唱的，对不起。是我鲁莽了，这首歌我应该不会唱。谢谢年年的应援棒。我应该不会唱。谢谢气泡的音乐吧。箱子又出发，从不。是否你的白马成了兵疙瘩？救命！大街小巷变化，谁在施魔法？全城已经戒备，是欲望殿下。三二一走，小星星叮叮叮，月亮亮眨眼睛，最清醒最动听，快乐最带劲。叮铃铃，快醒醒，时间不等蓝精灵，要开心要尽兴，邀请来光临。啊。
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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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还记得扣吗？哎，差点不到吧？粉色城堡之下，把汗水挥洒，走进星梦剧场第二个故乡，走过黑色土壤，等待着绽放。给我一个支点，我能飞上天。这个扣是这首歌最经典的是打扣啊。我记得当时我们的 LED 屏上面还有扣本。一次小星星，冰冰冰，颗颗闪亮眨眼睛，最清新最动听，快乐最带劲。叮铃铃，快醒醒，时间不等人，精灵要开心，要尽兴，要醒来光临。哒哒哒，噔噔，这个黑后面就应该接扣声。谢谢。小星星，叮叮叮，颗颗闪亮眨眼睛，最清新，最动听，快乐最带劲。叮铃铃，快醒醒，时间不等蓝精灵，要开心，要尽兴，要晴朗光明。大金链子，小手表，一天三顿小烧烤，哎，这是烤声哎，这有烤哎，我不会烤。谢谢小落寞的元宝。啊啊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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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耶！我真的以为我不会这首歌的，但是没有想到它，因为它前奏出来的时候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，但是没有想到它唱起来之后，我发现我能跟。我能跟，哎。下一首是什么来着？刚刚叫什么来着？完了，忘记了。爱的加速器，爱的加速器，爱的加速器，在我头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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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就有 live 版的哎，就两分半钟哎，是正常的这个吗？应该不会这么短吧？看 MV 唱啊，有那个18个闪耀瞬间，三分四十的。我没唱过这首歌。那温柔的眼神看着我，自己认定的选择，是谁一直在任性的？是这样唱的吗？如果能勇敢点，就不用逃避了。他带我一个人悄悄的下车，在路口吹着风，心是冰凉的。闪烁的红绿灯，这是谁的声音啊？这是谁的声音啊？这不是赵月唱的声音，好低耶，真的好低耶。他这里是爱的加速器，18个闪耀瞬间纪念公演，是加爱的声音。加速器的我从你说的那些不好的回忆，是因我不想再这样被动唱戏。爱的加速器逃过几句，所有的一切在这里停止。真的，
的会是这样的吗？这是一首 solo 曲。我怎么记得爱的加速器这首歌应该好几个人的吧？是 solo 曲啊。我怎么记得以前看成员跳是三人版本呢？三人是改编的。哦，对不起，我的问题。对不起，今天我就不。因为我没有跳过这首歌，我没有看它的原版。深夜对这个地方依依不舍，一次的又一次，时时刻刻都看着。再见，为何要轻易说出口？才会让有些事那么值得。又，我仿佛看不懂这个字了。就不用逃避了，站在我一个人悄悄的下车，在路口吹着风，心是冰凉的，在胸口闪烁的红绿灯变了，相信那些过去都回不去了，隐藏着搞不清，在我逃离上那些不好的回忆，只因我不想再这样被动伤心。而加速器跳过几句，再无法我失禁，那头的世界不再关心，所有的一切在这里停止。只怪我们爱得太年轻。我怎么觉得这首歌它调挺高的，为什么会这么蛮低啊？这么低啊？让我逃离身的那些不安，只因我不想这样。爱加速器跳过几句，再无法更多爱你。我失禁那头的世界不再关心，所有的一切在这里停止。最匮乏是我们爱得太年轻。是吧？小剧版本的，这个听了我要下播了，我跟你讲。哎，没有哎，只看到有赵月版本的。都会有是谁一直在任性的诉说，但现实有太多那样的选择。还有谁哎，不过这个确实现在这个版本比刚刚加爱那个版本要听得清楚一点，他刚刚那个靠声都很大。谢谢钟如烟的皇冠，比心比心比心。谢谢面条酱的皇冠，比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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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就下播了呀？因为我待会儿 Kona 要过生日，你点，快点。面条酱要点歌吗？陈丽，对，我可以先给你记一下，然后明天唱，好吧？陈丽，因为我也不会这首歌。Kona 房间应该看不到我。面条酱要唱，要听歌吗？谁唱的陈丽啊？我忘记去点你26号的生柱了。没关系啊，你可以点下一次的。
想去海边，谁唱的？夏日入侵企划吗？好，还有刚刚的那个陈丽是谁唱的？许亚彤唱的。啊，没有看到许亚彤啊。许亚彤，没看到许亚彤哎。许亚彤，哦，因为他没有版权。陈丽，因为没有版权，所以没有他。下次再换一个吧，那是我一直想要带你去的海边，是这里面的歌词吗？我先把这些歌记下来，等我明天直播的时候唱。好吧，但是也不能唱得太完善，因为这个就是能熟一点，因为我都没听过。QQ 音乐版权是吗？怎么点歌？皇冠呢？这个睡衣看起来很厚，不厚呀，很薄的，挺薄的。啊，谢谢金秀、金泽秀的皇冠，比心比心比心。你要听什么？我先记着，明天给你唱好吧，因为我们待会儿要去给一位 N 队的小伙伴去。我生日，你不是，我已经听到他们在房间门口密谋了。今天义务繁忙，你这个不是英文歌吧，老哥？你如果是英文歌的话，那我明天唱不了了。那我得学了。我得学了，高估了我，你要听谁唱的？救了个命了，我争取在今年之前给你唱。哎，不行。一个皇冠仅限中文，好吧，我们现在这样，一个皇冠仅限普通话，普通话，这难度太大了，我普通话都说不太明白的人呢。严谨严谨，大家严谨一点。人都我瞬间被你这首英文歌给急出汗来了。语言功能障碍患者，对，你可以很慢慢的歌，很慢慢的歌是什么？砍桥，刘海砍桥吗？虎大姐，哎，我的妻啊，你把我比作什么人了呵？是吗？不行，我中文歌都不一定跟得上词，你这突然变成英文歌，有点难度吧？语言技能点为负，你看我普通话都学的挺艰难的。大家在我这点歌的很自主的，都是点中文歌。你发现了吗？都是点的普通话歌，因为
普通话对我来说就很有难度了，我都有可能唱一半那句词那个字都把我卡在那儿。你给我点英文歌，我卡完全给你听一遍。你普通话也不太好吧，那你就想一想有没有什么你比较喜欢的中文歌。默认规则，大家都默认规则，知道吧？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当例外，我们都是一视同仁。没有的话那就怎么办呢？我知道了，没有的话你给我微博发一条私信，你唱一首我给你放出来，好吧？不行，我要下播了，人家哎还最后播一分钟吗？不到五十五我赶紧过去我奖励给你一个奖励，你唱然后我给你放出来，我直播给你放。怎么样怎么样你既然没有喜欢的中文歌，那你就可以唱你喜欢的英文歌或者是韩文歌，我给你放出来，给你这么多。就虽然我房间粉丝也没有多少，但是也有那么几那么的那么些吧，让大家知道海娜的粉丝唱歌很好听。怎么样，给你一个拥有口袋四八的权利，在口袋四八可以直播的权利。如果你乐意，完了这叫什么怪怪，谢谢怪怪的皇冠，你不行了，我要下播了。怪怪你要听什么歌赶紧的，以前玉龙城唱了以后再也不唱歌，唱挺好的，来吧来吧。喜欢上你使我内心的活动，好我记住了，等一下我再记记。人喜欢上你时我内心，我内心的活动，我要下播了，大家明天唱，明天唱好不啦？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，真的对不起大家。今天是一个就是因为有成员过生日，怎么样？虽然 N 队那个过生日翻车是传统啊，但是不能翻在我身上。大家翻车是大家翻车，不能是我翻车，好吧？大家拜拜拜拜，晚安晚安，爱你们爱你们，比心比心，明天见。